要哈，想要展现台湾传统的原味的脚步。可是我从事舞蹈工作二三十年哈，老是觉得说传统的脚步都被人家遗忘了，然后台湾三百年很多脚步也快流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做这个工作。Based on field surveys, choreographers directly draw sustenance from life and culture in their efforts to revive or recreate dances. Taiwan's dances allow life in this land to be a bit closer.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土地上所有的人的形形色色，所以很自然就会以本土的材料来作为编舞的主题。我想我永远没有办法来在台湾而努力要去学习纽约或者是欧洲的某种流行。始终向往一个遥远的地方，总是渴望那个新鲜的太阳。平时生活里面喜欢涉猎神话、文学乃至于人类学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编舞最大的动机就是因为你那个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现在蓦然回首，检视一下我自己将近半世纪的这个创作路线。我发现我好像偏向于把舞蹈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咏的创作呢，是我从汉代的石雕凝聚一刹那的图像作为一个主题动作，这个里边没有任何的戏剧性，但是你可以从他们动作里边体认一些咏的悲哀的生命。Traditional folk dances contain feelings that ar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Marching on from traditions and creating new notations are the goals of many choreographers. When I was in Taiwan, I wa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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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in Taiwan.民族岛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语言，你不要说人家看就了解了，也是里面国乐啦、服装啦，给表现的太多了。Thank you.
很喜欢融合不同的剧场元素。在牡丹亭路上见闻，当然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怎么样去抽取传统的中国京昆的精华，把一个传统的剧本在叙述性结构里面打破它的叙述性结构，变成一个非叙述性的结构。所以它事实上是带有解构一个古典剧本的味道。所有的成员其实大部分都在都市里面长大的，也是我们对于说都市人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我们也特别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在呈现的话也许是这方面比较多。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这也是某一种本土哈。假如说我们用传统的故事的话，即使是大家熟悉的题材，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在处理的话，我们就给它一点新的意义。我们对于台湾的印象其实常常很多是台北，我觉得说我们舞团其实蛮具台北人的样子。